我叫邓伟，我的眼睛是失明的，这个眼睛0.3多点视力，我这手是残疾，右脑是颅脑缺损，曾经植物人1.5年，我现在被吉林市公职人法联合陷害，最初的时候是由刑警队第三龙潭刑警第三刑警队朱俊民为等看张王罚打警察对我迫害，对罪犯以罚代刑，对我一个残疾人，我是残疾人二级残，有残疾证为证，在。